发展中国家疫苗制造商联盟第19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近日在昆明举行。 来自印度、泰国、巴基斯坦等3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人士，围绕疫苗的创新研发、疫苗合作的全球化、未来疫苗的趋势以及国际疫苗采购与投资等议题展开研讨。